你说这个叫大麦虫。是啊，那你喜欢大麦虫还是面包虫？黑色应该是面包虫，它可能长不大，它就变成了黑色的面包虫干了，因为它可能吃不到食物啊。你看那么多的面包虫小宝宝，有些可能它走太慢了，吃不到东西啊。我没有吃不到东西，我只有吃得到东西。对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，黄宝庆？只死掉。是哦，你说那个甲虫死掉了？对啊，因为它，死掉。对，他们都活得好好的。你看这个养了好久了。那你的大麦虫在哪里？它都躲起来了。大麦虫吃到，大麦虫在跟我躲猫猫。大麦虫在跟你们玩躲猫猫。这里有只。你是抓大麦虫高手。真的哦，弟弟很会抓大麦虫哦，要轻轻的抓哦，不能够把它弄受伤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弟弟抓到了一只大麦虫了，好会抓哦！哇，姐姐也抓到一只甲虫，你们好会抓哦！它在追我走，你说谁？怎么走？哦呦，弟弟你好会抓哦！那轻轻的哦，小力的哦，好不好？很像火车，你说大麦虫很像什么？大麦虫很像火车，也很像姐姐，大麦虫很像火车，很像姐姐啊。很像我的姐姐。是啊，大麦虫很像你的姐姐哦。黄宝琴弟弟说大麦虫长得很像你。黄宝琴弟弟，你不玩大麦虫，你要玩面包虫了，弟弟。哇，弟弟你也抓到一只甲虫嘞，好厉害哦！